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是消费者行为第十六个讲次，也是我们教科书课本的第十一章人员影响力。您在买东西的时候是否会听一听家人或者是朋友的意见呢？在消费者行为的范畴中，参考群体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观念，而且极具影响力。我们借由了解参考群体的功用，可以检视他人对于消费者的信念、态度和行为的影响效果。行销人员也可以应用参考群体的影响力，有效地改变消费者的行为。那么在这个讲次，我们先介绍一下参考群体的种类，下一讲次呢，我们再说明参考群体的影响力。好，那么以下呢，就是我们这个本讲的大纲。第一个，探讨的是参考群体的定义及重要性。二，参考群体的分类。三，特别的参考群体及其行销的影响力。第四，意见领袖及其行销影响力。那么第一个重点呢，我们谈到的是参考群体的定义及重要性。群体的定义就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成员彼此互动以达成个人或者是共同的目标。参考群体呢，就是指任何会成为个人在形成其态度、价值或行为上的参考或比较的对象是个人或群体。比如说，每个星期都会一起去打篮球的好朋友，或者是规模更大、更正式的团体，像国际狮子会、奥林匹克运动会、慈济功德会或校友会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参考群体。那么参考群体呢，为什么对于消费者的行为的影响很重要呢？因为参考群体它提供了个体比较或是参考的基点，那么引领个体呢形成特定的价值观、态度或者是行为的模式。另外，参考群体呢也具有独特性以及排他性，深深的影响了成员的行为。举个例来讲好了，像 Hip Hop 跳街舞的青少年团体是一个极限街舞嘻哈帮的团体，它对于很多跳街舞的少年来说，街舞它会成为一组迷恋又引领街头的潮流。那么由于这个会员呢，它是具有排他性的，所以如果你不是这里边的成员，是很难打入这个嘻哈的世界。第二个重点呢，是谈到参考群体的分类。参考群体呢，它依照成员身份，它可以区分为直接群体和间接群体两大类。那么请同学参考到课本的图 10.1， 我们会依序来介绍群体内的内容。那么直接群体呢，是指的是参考群体它具有与被影响的对象相同的身份，比如说像亲人和同事都是现在最为显著的直接群体。那么直接群体呢，又可以分为主要群体跟次要群体。主要群体呢，是指和消费者互动比较密切的直接群体，包括家人、亲人、往来比较密切的邻居或者是同事等等。但是除了家人是和消费者比较密切的直接群体，现在呢的社会，例如例假日，我们几乎每天都要花八个钟头以上的时间，还有和同事相互的互动，所以呢，同事也就变成了一种非常密切的直接群体了。次要群体呢，是指的是相对上互动比较不频繁的直接群体，比如说像宗教团体的教友，还有狮子会的狮友，它就是比较属于次要的群体。消费者和次要群体的见面次数当然是往往远不如主要群体的，那么它的相互的影响力自然也不如主要的群体。间接群体呢，是指的是参考群体和被影响的对象呢并不具有同样的身份，因此我们又称为象征群体。象征群体包括了仰慕群体和
次聚群体。仰慕群体呢，又可以分为期盼仰慕群体和象征仰慕群体两种。期盼仰慕群体呢，是指的是目前虽然还不具有这一种参考群体的身份，但是未来很可能可以成为这一个群体的成员。象征仰慕群体呢，是指尽管接收了该参考群体的价值、态度与信念，但是未来我们成为具有参考群体的几率并不大。例如，在2010年，卢彦勋在温布顿网球锦标赛击败对手，闯进了前八强的亚洲选手，那么打出了有名的网手称号。但是，想想我们一般的消费者，终其一生是极为不可能的任务，那么几率要成为像卢彦勋这样也是相当渺茫的。所以，像这样的网球明星，对我们来讲也只是一个象征的仰慕群体。次聚群体呢，是我们会与其保持距离，但是行为仍然会影响着我们的群体。比如说，像吸毒者、黑道兄弟，或者是政治立场对立者，我们是极其不愿意被视为次聚群体之一，因此我们会刻意的避免表现出与次聚群体有相同的行为产生。消费者在做不同的购买决定的时候呢，会受到不同的参考群体的影响，而消费者在任何一段时间可能有许多不同的参考群体，比如说像家庭成员、朋友、同事、同侪、当地社会的成员，或者是消费者渴望加入的团体，都是消费者的参考群体。这些参考群体影响到消费者在消费过程当中的选择、购买、使用、评估或处理方法。当消费者采用参考群体的标准，并且模仿其成员行为的时候呢，它的影响力便显现出来了。此外呢，在广告人员也已经呢会使用参考群体的观念，他们透过了并且这个使用名人广告和群体代言人的手法，描述了产品的消费情境是很愉快的，来说服消费者购买产品与品牌，那是很重要的一个影响。那么这一种呢，说服所显现出来的信念是什么呢？就是参考群体往往会促使个人接受新的行为与生活态度，也会影响自我观念的发展，左右了价值观、态度与生活形态，或者影响了个人对于产品以及品牌的选择。那综合以上所述呢，参考群体可以是一个个人或者是群体。那么个体呢，为了要追求和参考群体的相同的这个行为呢，他会接受一个新的行为模式或者是态度。因此，参考群体可能对于个体的价值观、态度或者是行为的产生呢，会产生一种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第三个重点呢，要谈到的是特别参考群体以及它的行销的影响力。除了家庭成员以外呢，我们这个部分会留到第十二章最后一个讲次来讨论。那么这个在这个讲次里面呢，我们要讨论的是六种特别的参考群体，来说明它对于消费者态度跟行为的影响的效果。那么分别是第一个同侪群体，第二购物群体，第三工作群体，第四虚拟群体或者是网络社群，第五个消费者行动群体，第六个主要非正式的群体。首先，我们谈到同侪群体。同侪群体呢，是指由年龄以及某些社会特征相近者，透过自发性的组成的群体。常常呢，它是被视为是非正式的群体，比如说像朋友啦，或者是同学。
因为同侪群体呢，通常缺乏组织性，也没有特定的权威阶层，因此就相对的影响力而言呢，同侪群体则紧接在家庭之后。寻求与维持友谊呢，是大部分人的基本的需求。朋友可以满足个体的不同层面的需求，比如说像提供友谊、支持以及安全感，并且呢，可以倾吐一些不愿告知家人的话题。友谊呢，也是成熟与独立的表征，因为它们代表了个体与家庭的分界，而能够与外在世界呢，形成社会的联系。朋友的意见和偏好经常会影响消费者的产品或者是品牌的决定，所以行销人员常常在其产品广告当中呢，会使用友谊的诉求。例如，像麦斯威尔咖啡广告中就有一句非常有名的台词：“好朋友要跟好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就是采用了这一种的这个诉求。朋友的意见和偏好常常会影响消费者对于产品或者是品牌的决定，所以行销人员呢，常要在他的产品广告当中使用友谊的诉求作为推销产品的行销策略之一。第二个呢，是购物群体，两个或三个一起购物的人，不论是购买食品、衣服，或者只是纯粹的消磨时间，都可以称之为购物群体。这些团体通常是由家庭或者是同侪群体衍生出来的，彼此呢作为采购的伙伴。那么动机呢，包括了社交性，或者是甚至要借以来降低重大购买决策的风险。例如，可能在这个购物群当中呢，有一位他具有这个专业的知识的伙伴。那如果跟他一起同行购买，就可以降低错误的几率。那么居家购物群体呢，是另外一种购物群体的类型，它通常是借由聚会的方式展示、评估或购买某些产品的群体。行销人员呢，正可以掌握这种家庭的聚会，那么针对有潜力的团体来促销他的产品。例如说，我们可以常常见到直销人员呢，就会带着推荐的人到潜在客户家中呢去拜访，来进行展示或推销产品。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率先购买者他就可以引发一种流行的效应，那么诱使呢尚未决定购买的顾客呢群起效法，克服抗拒的心态。更有甚者，有些访客觉得在这种购物情境当中呢，好像有购买产品的义务。比如说像美国的家居用品品牌特百惠，那么就是透过这个方法销售自家的保鲜容器。在网络上呢，也有著名的雅虎购物爱品网，就打出了集体购买的概念式的行销手法，以网络上同样有某个商品有兴趣的消费者，鼓励他们集结成群，一次购买量比较大的商品，就可以获得团购的优惠。因此呢，在网络上呢，便会有鼓励网络消费者自动报名加入集体购买的行列。第三个特殊的购物群，参考群体是工作群体。人们呢，花在工作的时间呢，每一个星期通常超过40个小时以上，这种现象呢，使得工作群体呢就有充分影响成员消费行为的机会。不论是正式的工作群体，或者是非正式的友谊，那么这些工作群体呢，都会影响到消费者的行为。所谓正式的工作群体呢，是由数个一起工作的伙伴所组成的，这些呢，可能隶属于同一个团队。至于非正式的工作群体呢，则是由同个公司，但是不同部门团队的个体所组成。那么在喝咖啡、午餐休息时间，或者是下班后呢，聚会当中呢，来互相影响彼此的消费行为。由于工作群体呢，
对于消费者行为的影响是非常高的。现在呢，又有大多数的妇女呢，她是在外工作，使得有一些的销售方式呢，就将她的主力呢，移至到这个办公室或工厂内。举个例来讲，像雅芳，它以往都是以电话行销来推广它的产品，但是现在呢，则鼓励这个业务代表呢，亲赴职业妇女的工作场所来进行直接的接触。第四个呢，是虚拟群体或者是网络的社群。过去所谓的社群的概念呢，主要强调的是地理的相近性以及面对面的互动关系。而今日却被扩充为人群的社交关系，基于电脑和网络的发展，塑造了另外一种新兴的团体，叫虚拟群体或者是网络社群。现在无论大人或者是小孩，都常常打开电脑，进入网络世界，浏览一些有趣的网站，甚至到聊天室闲话家常。如果你对滑雪有兴趣，可以在网络上与其同好呢能够洽谈。如果你是业余的摄影师，也可以上网跟他人分享你的摄影经验。各地方性的报纸就常常报道网络恋情，说明了两个陌生人如何在网络上邂逅、相知以及相恋的故事，甚至还刊登了他们的结婚照片。另外一个呢，就是像虚拟明星的产生，在网际网络中也是一个相当特别的现象。他们呢与一般真实世界的明星是不同的，他们将表演舞台放在现实生活中，并且将生活中的点滴呢跟网络上的人分享，也许是日记、照片等等。而这些虚拟明星有些具有相当大的支持群众。固定呢去观看他们的生活札记，而这几位虚拟明星所说的话、所做的选择，就如同代言品牌般的一样的，是很具有魅力的。例如，近期呢，在日本和台湾呢，都掀起了一股虚拟明星的热潮。这些虚拟明星并不是指有血有肉、会唱歌跳舞的天王天后，而是由一般多媒体设计专家透过电脑设计出来的动画主角。同样的，这些虚拟明星也具有相当大的支持的群众，固定去观看他们的一些的这个所做的记录，或者是他们所做的事情或所说的话。好，像在日本呢，初音未来就是一位非常知名的虚拟明星，他是日本音乐大厂雅马哈在2007年利用一个语音呢合成引擎为基础而开发的一种虚拟女性的歌手的软体。那么初音未来在日本呢，不仅有发行唱片，还举办了演唱会、舞台剧，甚至在2012年还来台湾举办演唱会，造成轰动。除此之外呢，初音未来也代言了一系列的产品，像食品啊、服饰。甚至日本Toyota 在2011年也请初音未来代言，试图来打开这个宅男宅女的市场。日本的明治大学的米泽加伯纪念图书馆也在2014年1月31号主办了为时5个月的初音未来实体化热情展览，主要呢就是希望利用科技让初音走出电脑，真实的呈现在大家的面前。由此可知，虚拟的明星的力量真是不容小觑。台湾最近也火红的商品，像蛋黄哥，长相黄澄澄、软绵绵的图像呢，这个蛋黄哥自从曝光之后，也受到了许多男女老少、粉领族的喜爱。因为蛋黄哥发懒的萌样实在太可爱，就像为上班族们大声说出想要放假、小发懒的瘫软的生活的态度。那么屈臣氏呢，看准了这股懒商机呢，推出了蛋黄哥几点活动，也掀起了消费者热烈的响应。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像电视、电影，甚至是平时到上街的时候呢，我们都会见到一些广告或者是宣传海报呢，加插了一些某些电脑效果。那通常这些广告呢，都为人注意，往往给大家一种新鲜的感觉。
而作为了广告客户的厂商，自然也成为最大的得益者。好，第五个呢是消费者行动群体。消费者群体呢，消费者行动群体是一种特别的消费团体，在消费者保护主义趋势下呢应运而生。今天为数众多的团体呢都提供了消费者必要的协助，使其能够做出正确的购买决策，健康无虞的消费产品与服务，并且提升了消费大众的生活品质。那么以下呢就是政府或者是民间消费者行动群体所重视的消费议题，像是社区犯罪、青少年发展、森林和野生动物保护、幼儿与广告、民族和种族、社区义工服务、法律协助、公共健康、灾祸疏解、节约能源、教育问题、抽烟、环境保护、电信资源、大众科学教育、信用咨询及个人隐私等等。消费者行动群体呢，可以区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呢，是具有特定性的，它是为了修正某些消费者不当行为而成立，待达成目的之后呢，这种行动团体呢就会解散。第二类呢，是为因应更广阔或者更普及的议题呢而成立的。那么就第一类团体来讲呢，例如一群愤怒的邻居呢，他为了要阻挡槟榔西施，或者是特种营业商店在社区开张而组成的抗议团体，或者是由父母组成的家长会的团体，来阻止校方不当的决策，这个都是暂时性具有特定目标的消费者行动群体。第二类呢，消费者行动群体像是中华民国消费者文教基金会，它是成立于1980年，是一个非政治性、非盈利性的纯民间公益的财团法人。那么它以推广消费者教育、增进消费者地位、保障消费者权益为成立的宗旨。另外，像迈向第25个年头的崔妈妈服务中心，就是中华民国住宅及社区服务协进会崔妈妈基金会，它成立的宗旨也就是希望长期呢能够无助者呢一起来对抗遏制财团炒作房地产，健全呢房屋租赁的市场，提供无助者在买不起房子、不愿当屋奴的情况之下，仍然可以安居乐业的另一种选择。那么近年来，台湾食品安全问题充斥。林吉良医生呢，在2013年8月5号过世后呢，他的妻子谭顿慈女士呢，就为了纪念及缅怀夫婿，成立了林吉良医师关怀健康协会，希望延续林医师一生的信念与对民众健康的关怀呢，谨守公正与客观，集结专业力量与食品安全、环境毒物学等领域呢，继续努力。透过食品安全卫生教育、相关的检测研究以及法令建议等等，从最近贴近的日常生活地方开始，来持续关怀民众的健康。那么其他呢，国内的知名的团体呢，像环保联盟、主妇联盟、优良生活文教基金会、陶生阳防癌基金会、社会立法运动联盟等等，这些消费者行动群体的目标多半是给商业团体造成压力，促使他们减少呢对消费者的侵害行为。第六个呢是主要非正式的群体。主要非正式群体虽然是指没有正式组织或者是明确身份的成员，但它的影响力呢也是不容忽视的。这类的成员不只会影响到消费者的知识、态度与价值，还会影响到特定产品与品牌的购买，甚至在哪家店购买也会被影响。例如在工业行销中呢，针对公司中有影响力的采购人员进行动态分析，将有助于定定适当的行销的方法。同样的，同侪群体的影响也会使个人遵循了群体的规范来采购一些相同的产品。有的时候呢，行销人员也会挑起参考群体的影响力，比如说像健身俱乐部对于成功说服朋友签下1年期的会员的合约的消费者呢，就会提供2个月的免费的酬庸的奖励等等。第四个重点呢，我们要谈到的是意见领袖以及其行销的影响力。
意见领袖呢，是指的一些能够经常影响他人态度或者是意见的人，也就是在非正式的沟通当中呢，就某一个特定的产品服务类别提供建议与资讯的一群人。意见领袖呢，通常也是产品刚刚推出的早期的阶段，经常呢会基于好奇心而去尝试新产品的人。这种好奇心与影响力呢，使得意见领袖常常成为市场当中趋势领导者。不过，一般来讲，意见领袖并非普遍适用于所有的领域。一个人可能在某个领域扮演意见领袖的角色，但是在另外一个领域则不然。比如说，对于电脑是意见领袖的人，可能在汽车领域他就不是意见领袖了。意见领袖的特征是什么呢？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投入该产品类别的时间比团体中其他的非意见领袖的人更为持久。持久摄入呢，有助于加强跟该产品有关的经验和知识，同时呢，也对于这个产品的特色也有比较高产品的水准。那么，相较于其他人来讲，意见领袖呢，也较热衷于收集与该产品类别的相关的资讯，比如说像电脑产品，因为一般消费者大多对电脑的熟悉程度跟专业是不够的，所以呢，少数的电脑专家就是意见领袖了。那么，意见领袖呢，主要是经由人际传播与观察而发挥了行销的功能。在这些活动呢，通常都是发生在人口统计变数相近的人们的周围，因此呢，意见领袖大多都是属于同一个人口统计区隔的族群。那么，意见领袖的影响呢，会因为情境而改变。根据过去学者的研究，意见领袖在有些状况之下呢，比较有影响力。比如说，当一个消费者呢，对某一种产品，或者是品牌，它缺乏相关知识的时候呢，而且它又无法对于这个产品或者是服务进行有效的评断，那么意见领袖呢，它就会产生影响的效力。再者，当消费者并不信赖或者是相信广告以及其他资讯来源的时候呢，他也会去寻求意见，领袖的意见。此外，当个人具有某种企图，想要获得社会应许的时候呢，也会比较在意意见领袖的意见。好，那么这个讲师呢，我们是特别有谈到这个参考群体，那么它是消费者行为当中相当重要的观念，也是极具的影响力的。那我们呢，了解参考群体的功用，就可以检视他人对于消费者的信念、态度和行为的影响效果。那么，行销人员呢，也可以利用参考群体的影响力呢，来有效地改变消费者的行为。而参考群体的分类，大致上是可以分成直接群体跟间接群体。那主要的类别呢，请同学个别再特别注意一下，以及它的行销的影响力。好，那我们今天的讲次就到这个地方结束，我们下一回再见。